不不不不不。你在装什么？哎，我为什么不招闪？刚才我其实招闪先不会死呢。我这个拉完美拉扯，我可以闪现睡他。这种可以吧 ？OK， 这种还可以啊，没问题，这个可以，挺不错、啊。我的左翼每次前面开局都是三个头四个头，打着打着就零作用。哦，伤。睡到了，真的对不起。哎，干嘛干嘛干嘛！好、哦，真的对不起，啊、哦，真的对不起，啊，我的我的我的，这波也是，没必要这样睡，其实就一直追，因为千珏想躲我的睡嘛，他会走位的，然后这个时候，你干嘛吃我的抛车？就这种对吧？就等别人先走位，逼他走位再用一技能，就百分百就中，是不是不应该选露西安的？这里有药带的话，我可以杀你。看运气，我就赌我的运气。虚弱。我的妈呀！我会截个图，记得你的 ID， 记住你的 ID， 大哥，你是今天被我的左翼单杀的第三个人。OK， 截图，三二一，嘣。OK。有点怕千珏在这儿，放个点燃。他有点燃，他有治疗，没闪，他有治疗，我很想杀这个人。又急了，干他！我给你治疗，我给你治疗！妈呀，给你治疗！嘿嘿嘿嘿，呜呼！难道我要去对面泉水那里杀人吗？哎呦，可惜不好杀。别杀了，但一百块钱，哥们，一百，可以，这惩戒用的挺好的，因为我刚没办法补。千珏在哪里？完了，不像本人。哎，为什么不让人头啊，哥们？英雄19块钱，我操！我补一个金战兵都比你贵。就这个吧，是不是？你们说的就这个 ，RQQ 嘛，真是100块钱，我的妈呀！真的100块钱，你又死了，大哥。哎，这波是急了，我的。
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我的。哎，这么想。真的对不起，我躲了，我用重压躲了，金圈躲了他的二，他死了。录下来，给小姑姑看。哎，我真不像本人，我为什么现在睡得这么准？是因为我刚看了 Scout 的比赛吗？ Scout 拜拜，这一剑到我这帮就杀了一个卡牌不赚。这是不能送吧？不要不要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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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冷静冷静冷静，顾宝，冷静冷静冷静。再见，治疗在哪儿？哎，我刚看到治疗不是，他用了治疗啊？为什么他用了治疗是没有治疗啊？近十秒，哎，这是什么？拜拜再见。哎，我这个 Q 技能哦，这个想法是可以的，只是操作不好。太痛了。狂风之力。哦，飞得太远了，哥哥。不一波吗？不一波吗？哥哥。不一波吗？嘿，嘿，哎，不一波啊，这个人。哦，一波了，一波了。哎，大哥，别吓人。谢谢哥哥送了100个飞机，谢谢哥哥。感谢哥哥的100个飞机，谢谢啊，非常感谢。